嗨，guys， 早安！好久没有跟大家聊天了。现在是早上九点多时间，礼拜二。然后我现在要先直接杀到苗栗。我哥跟他女朋友昨天已经夜冲，是先到那边。然后我两个朋友是直接从台北杀到苗栗，所以我现在是从台中开到苗栗，大概一个多小时，还蛮近的。我们本来是选新竹的一个营区，可是看那个新竹超级贵，然后后来就转到这个苗栗。这个营区叫漫步青森，它一帐是600块，我觉得很佛心的价钱，然后又很漂亮。我觉得我这次东西真的超多的，而且我这次跟我朋友，我们装备其实是用租的，因为我们只去两天一夜，然后想说我先租看看，所以东西都在后面。那在这影片开始之前呢，我要来工商一下，因为现在疫情比较趋缓，然后像我在加拿大的朋友们，他们其实也有在考虑说，会来台湾，可是因为都还在卡在要隔离这件事情，那个时候找隔离旅馆也是问了几个朋友，但是呢，有了 Mr. Host， 他们呢是一个平台，他们的网站里面集结了各个北中南的防疫旅馆，所以我觉得超级方便。我回台湾那一支影片，我收到蛮多网友就是来问我说，你有没有推荐的那个防疫旅馆？可能他们住高雄或是台北，可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推荐他们，我只能推荐他我那一次住的。对，所以这个平台资讯都在上面，你就不用开一个一个网站去看。那订的话，我的专属链接会放在影片的下方，各位可以点进去订，因为他现在有在做优惠。然后他其实不只是结合防疫旅馆，他其实还有短租的那种办公室，还有你隔离完你还是需要自主健康管理嘛，那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在家自己自主健康管理，所以他那边也是可以做自主健康管理的地方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他规划的非常的完善。然后现在的防疫政策好像也有变，一打开他的页面他就会告诉你变了哪些，所以就是很及时的资讯都会在上面。对，感谢 Mr. Host， 没错。所以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，我会把这个连结预定的连结放在我的影片下方，大家可以点进去看。现在我哥来帮我开进去，因为里面是很陡，是不是？嗯。他们在 B 区，我们应该会在 C 区。狗狗们在那边。靠，它超陡了。我已经先抵达了，然后他们昨天夜冲，然后他们在这边。他们其实旁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地，可是要问一下营主说，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在他们的隔壁？对啊，都没什么人欸，今天好像比较少人，所以这个大空地都可以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就会在他们的隔壁。耶！我朋友还在路上，他们等一下要帮我们搭一下帐篷。欢嘉宇挑战，结果前面这个人挑战失败。来喽！我可以可以。冒烟了！什么东西冒烟了？他这样就会冒烟了。好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就跟我刚刚一样了。哇塞，我的！挑战上坡成功，好可怕！因为你看这个坡度，这个很难上来。喂，我们刚刚已经把车很顺利的从那个地方开到这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可以跟我哥他们在同一个帐下，已经在路上了，所以要准备开始了。那我就退了。今天的天幕 ，BOD 的。天幕快好了，我去拍一下你们的照。他
他们的帐就是在这边，我们这次非常幸运可以在隔壁，不然本来我们是要在那一区。看一下他们的装备，哎，上次那个暖炉他们新买的，哇，超多蚊子。 Eno say hi， 给他看一下这个暖炉。时间完全超热，漂亮啊！我朋友刚到，他从台北杀下来，开车他开超快，算两个小时吗？不到吧？哇塞，直接带一个沙滩椅来了，是沙滩椅哦，要晒太阳用的。你还带什么啊？就章鱼烧那个、啊，面是煎的，然后章鱼烧的盒子在那边。在那边。对，我还带冰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就放冰的。冰箱的东西、啊、哦。哎、欸，我还带。我发现你比我专业。在哪？他的那个沙滩椅就要在哪？哎、欸，他六人帐其实蛮大的。现在还有个女生会来跟我们一起。这个女生她刚刚终于来了，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？我叫米雪。另外一个嘞，我要介绍吗 ？AKA 台中万妮达。不要乱讲啊！那两个认识，然后哎是同学吗？以前同学，就大学同学啊。啊、我们现在在煮晚餐，我们现在要用章鱼烧，买现成的章鱼烧啊。然后火锅放在他们那边煮，因为我们这边风有点大。然后我们晚上等一下要把灯条挂上去。哎、欸，我第一次喝全家的珍奶耶，还蛮好喝的，好喝哎、欸，黑糖珍珠鲜奶茶。我们晚餐交给你了，应该可以。哇！很专业，这个酱跟柴鱼片还是隔壁的，要帮我们搭帐篷跟天幕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孝敬他们，说要去拿章鱼烧给他们吃。我来孝敬你们两位了，应该有熟了，有熟，谢谢，有熟吗？有啦有啦，哎、欸，这跟我们今天买的一样吧。好事多的吗？对，好事多的、嗯。可是你觉得可以再酥脆一点？可以再酥脆一点。它的章鱼有大颗吗？还行。You know？ 哎、欸，就你们这暖炉用得到吗？晚一点哦。昨天有用吗？我们昨天太累了。真的、哦。帮我们挂灯条了。不知不觉已经来到晚上，这个营区叫做漫步情神，然后很少人，因为平日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离那个上次洗澡的地方还好，就是蛮大的。然后我现在要拿一些食材煮火锅啊，它还有给冰箱。我们的火锅料要拿下去。现在要来洗菜，我们准备要吃火锅。为什么我觉得隔壁照的我就漂亮？你就是直接控下去，这个。这样，衣服有进去的意思是不是？这边。有粉丝福利吗？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！付钱的我应该有 Only Fan 吧？好 ，Only Fan， 真的是煮很久。哎，很久。啊，好丰盛。好饿。这是你今天第一餐吗？没错。Michelle， 你喜欢哪一个类型的男生啊？真有，现在我帮你开放。真有。高高白白的。高高白白是不是？对，不能太瘦。不能太瘦哦，所以是要有健身的感觉。不用。但你不要太壮。对，不能太壮。不能太壮。不能太瘦。也不能太瘦。哦，哎、欸，那其实感觉很好找哎、欸。
什么叫不要太瘦是什么意思？不要太瘦啊，不要竹竿啊，竹竿就太瘦了。哦，所以不要太瘦这样子。啊还有嘞，脸要干净。脸不干净啊，你有事吗？谁脸不干净？我说。他们都是24岁而已。啊你嘞？什么？你的类型啊？你要真有啊？单身 whatever 的意思吗？这样。哎、欸，很 OK 啊！现在这种女生很少了、欸，哎、欸，还是其实你可能到我这个年纪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嗯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要干嘛？就是找个对象结婚了。疯了！我的没有哦。开放真友，可以在我影片下面留言。在我影片下面留言，如果需要的话。乱 tag 是他，我没有怎样。我对啊，我说他啊。不是他，不是我。二条，再调一下，会好喝吗？这个是有比例的，是不是？好像是3:1。有人把我们的屎，操！我要关他，他在往后倒，罪魁祸首。我们屎才。哎，有些女生她就是她看起来很普通，可是她就很容易就有桃花，对不对？对，嗯，就是这样，真的对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就是长得就是还好，但是他就男朋友可以一个换一个，超厉害啊！超屌，就不知道到底是，可是搞不好是那个男生根本不看长相啊。可是不是男生长相好像都不错，像你这样子爱理不理，他谁会要啊？你们现在是吃早餐是不是？都加热哦，怕你。对啊，你可能要烤一下。我们现在在收 ，Kenny 现在洗碗。我们今天发生一个小插曲，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早上来的时候，然后我有特别的问屋主说，因为我本来在 C 区嘛，那现在这个是 B 区，因为我哥他们在 B 区，然后我就有特地问屋主说，哎 ，B 区都没有人，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搭？然后他就说，哦，有空位就可以搭。然后我说确定吗 ？B 区哦，他就说对，那我们就都搭了 B 区。就刚刚晚上就是夜冲的人，他们刚是在 B 区，就银主没有搞清楚，就是忘记可能有夜冲的人，然后我们可能就有用到他们的银位，可是我们都已经砸好了，然后他们又早上要跟我这样讲，所以银主就觉得很抱歉，他就没有给我们算，就是算钱，所以我们等于说这一趟就是来玩的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也不可能动啊，但是我们明天要很早就是撤账这样。没错，就是刚刚一个小插曲。我们刚刚现在吃超饱。哎、欸，我们等一下要干嘛？要什么活动吗？啊？还有需要买酒喝？对啊。东西吗？我们等一下应该会下山去买个酒。就只有我跟他喝。这个人他是不酒的，完全看不出来。要台湾好习，台湾好习，要赶快骑回家。真有真有真有，开放真有，开放真有是我。我们现在要出下山去买酒，酒不够。哎、欸，小心哦！这边不要小心，这里真的是蛮难撞的哦。探险喽！探险！探险喽！就麻烦把刀弄暗的。下山买酒，你还要买什么吗？我没有喝酒，可以买比基尼吗？有比基尼在我身上。你要那个粉丝福利吗？深夜粉丝福利吗？哎、欸，你真的酒量很好哎、欸！他现在在怂恿我买多一点酒，因为我们难得开下来。不要，他说汤圆。有汤圆或烧仙草，你看，哎、欸，不是烧仙草，放一圈，又一块，哦，买完了，什么意思？我买完了，来了。可以吗？小心你们可以跳舞。哎、欸，
欸、Kenny 你开车超猛的，飙仔。前方有固定测速照相。专心开车。对、okay. yea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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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很久啦。然后那边有猛跳。他都没有猛跳。你要猛跳干嘛？他只买了三瓶。我那个 Higher Brother 的歌好不好？ Higher Brother。我们要去洗澡了，它热水供应时间听说是到11点，所以我们三个要赶快先去洗。洗澡，洗澡应该不用录吧？直播直播吗？直播嗯，如果直播洗澡要收费。你直接上线，直播直播直接被黄标，你要被限制你的账号、哦，真的，不然就提出你是洗完澡是不是？啊，看一下，你刚是要洗完澡出来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有人按洗发精。在这强推妹妹也不知道笑话是什么。第二个笑话就是小明跟小美他们是一对情侣、嗯、就有一天小明要去当兵，对，然后小明就跟小美说当兵结束之后就是我们约在这个公园见面，然后我会就是来跟你求婚啊，如果你来就代表我就知道你会答应我，可是如果你没有来我就知道你的意思。对，到了就是退伍那天的时候，小明就因为路上有出车祸，所以他就没有只赶到就是公园，然后可是小美就来的时候他就发现小明没有出现，他就觉得小明不爱他，就很难过，就跳河自杀了，然后就自杀。对对，然后就小明就随后赶到，他就想说哎，怎么会没看到小美什么，他就很紧张，他就一直找一找，可是什么样都找不到，就一直找着找，然后就找不到，他就很奇怪。可他觉得 小美不可能没有来，所以他就每天在那边等小美。然后有一天，他就去在河边钓鱼，你猜他钓到什么？小美的尸体啊？不是，干不知道。他钓到马术 A。他钓到。哦，他这是有连贯性的哎、欸。因为他被卷走。啊小美嘞？小美不重要。看好难笑，早安各位，两位要来收账喽。韩妞，韩妞，韩妞没穿裤子哦。韩妞炒肉。我们要回去了，好快哦，两天也超快。还有一次，对，嗯，那记得帮我影片，帮我说，喜欢的话记得帮他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耶、yeah ！然后我们下次见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